Hello，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绝智月光。升级的话37万，护具5万块，刹车3万5，底盘车体，这个就把它盖起来嘞。车侧面板，那引擎用最贵的。这个就用最贵的，最贵的，好，嘿嘿嘿，排气管最贵的，水箱护罩最贵的，喇叭随便，先不改喇叭，那哦，换一个颜色，没有，换个款式，好，最贵的，内装装潢颜色随便选，设计这个好了。装饰，仪表款式，门，极致门，好多喇叭哦。好啦，最贵的那座椅，座椅只有一个哎，客制化皮革，好，方向盘，老派，搭档头，人太屌。那四百，Benny，内装颜色，给它亮点吧。OK，车灯，套件全满，颜色随便选一个。那涂装就要选一下了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回到90年代。这么怂啊！蓝色幽影，纯几何，月牙条纹，纯图案，当然是这个啦，纯图案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觉得它搭配金色很好看，喷漆，主色调，然后金属，纯金色，是不是？纯金色有反光啊，法式金就没有这么亮。然后副色调，给它一个亮金属。哦，一个金色，一个白色。不错哦，这个给它法式铝好了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我觉得是黑色比较好看。黑钢，然后中华颜色。改个镶金色好了，OK。那车顶的话有车顶架，然后扩充车顶架，哇，好大哦！当然这个啦，好。哎，差点按出售，出售多少？55万。那尾门备胎，变速箱4万块钱，后车厢，方形喇叭架，圆形，然后重低音，哇，好大哦，哇，喇叭墙。极致喇叭墙，超大，好了，买了。那涡轮5万块，车轮随便改一个好了。那哈，随便颜色。这个好了。那轮胎款式，好，红色线框，防弹轮胎，然后烧胎是黄色好了，黑色 OK。那车窗。淡色，没了。每次改回来都是天黑，为什么？走了，爬一下车，全部关起来。前面的破掉了，
棵树救了我，圣诞树。开枪喽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